我今天给你，就是我这两场给你的最高分。谢谢老师。因为我觉得你今天宛如台湾的碧昂斯，不是 Christian Aguilera。我觉得你这，你也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得意忘形？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有花这个代价，而且我以前曾经跟你讲，你又唱又跳，最大的问题是音准跟气息的控制，但你今天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唱作俱佳，谢谢，非常棒，谢谢国兰老师。婉儿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性感，很专业，然后因为 你表演的舞蹈其实很有难度，我觉得你的表演最好看的地方是因为其实看出来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准备在练习，但是你没有把任何在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些困难压力等等没有把这些东西带到台上来，所以我们看到完全是一个很轻松很舒服的一个演出，非常非常专业，我很喜欢你的表演。43分，燕秋很可惜第一次要到我们的失败区去了，没有关系，他是可敬的对手。好，谢谢，要到我们的失败区，婉儿恭喜你，快哭了，快哭了，要不要给我们看看你脚伤究竟有多严重？现场吗？对呀，得那么高分给大家看看，现在反正也不是同情分嘛，后面后跟几乎都没有皮了，非常，所以他刚刚一跳完舞走路是这样，成功，这个辛苦有了代价，恭喜你进入我们的过关区，谢谢。